少廷因为直率不做作的个性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多年前透露自己从小患有妥瑞氏症，所以经常会频繁眨眼，还会有嘴巴抽动的症状。没想到日前就有网友在网上留言指控他，高中时仗着自己漂亮霸凌同学，现在还用妥瑞症卖惨，让他气得特地开直播澄清，最近也特别在节目上表明立场，先是强调自己高中一点都不漂亮，也表示完全没有霸凌人，再来他又激动问大家，请问妥瑞症惨吗？妥瑞症哪里惨？并透露自己一开始告诉大家自己患有妥瑞症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个病症更加了解，让你相同有症状的人看到他还能正常生活，可以因此而被激励到，完全没有想用这个病去卖惨，甚至在节目上一度讲到哽咽，让粉丝看得很心疼，纷纷安慰他，不要理那些酸民。